很高兴今天能来参加这场大会师，当面恭喜各位选手在全国技能竞赛获得金银铜牌奖。台湾的技职教育在世界竞赛当中有相当杰出的成绩。两年前在俄罗斯的国际技能竞赛，台湾夺下了5金5银还有23优胜，整体成绩是全世界的第三名。这个比赛被称作是技职界的奥运，各位选手也都是我们的台湾之光。那么我们的选手坚持以及专业这些都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资产。那么下一届的国际技能竞赛是在2024年在法国举行，我们会像支持奥运的体育选手一样，给予所有我们的技能选手最好的训练环境和后勤的资源，让各位能够继续拿出亮眼的表现。那么同时我也已经看到技职教育不再只是注重技术跟训练，更重要的是技能选手最关键的贡献就是能够运用技能来协助整个社会解决问题。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去年疫情的时候台湾本来也很缺乏口罩，那么到了后来我们不但可以自己生产口罩，而且行有余力能够捐助给国际上的好朋友，这一切真的很不简单，靠的就是我们的口罩国家队。那我们现在的沈荣津副院长也是我们的前经济部长，他本身就是台北工专毕业，也就是现在的台北科技大学，也是技职体系的背景。那么因为沈副院长很扎实的产业训练背景，让他在那段时间可以找到很多的厂商，甚至平常可能都是互相竞争的厂商，为了建立口罩的产线呢，大家一起协力合作。但是因为大家都很有实作的训练的经验，也都能发挥解决问题的能力，终于我们一一的克服的困难，在最短的时间打造了后来我们的口罩国家队。那么在过程中瑞芳高工也开始设置口罩机电类的产线基地哦。那参与的同学表示自己可以把机电整合的所学运用在实务上，而且还可以协助防疫，让他们感到说是很新鲜有趣，也很有成就感。那我期许未来我们所有的技职体系的同学都能够发挥自己的专业和能力，为社会解决关键的问题，用技能来改善环境，为台湾带来进步发展。最后已经快要过新历年了，岁末年终，我祝大家新年快乐，虎年行大运，谢谢。